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方嘉诚，我今年11岁了，妈妈来自中国，爸爸来自加拿大，我的血型是 B 型，星座是天秤座，我的身高是1.57米，个人技能是有舞蹈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舞蹈。我是柳叶镇上一店家，周来客人度生涯，南来的北往的，说的都是番邦话，只说虎狼之威不可怕，也只得假惺惺伺候他，都只为身在番邦心在家，吾有腰牌把南朝下，眼前虽有千坛酒，心中仇恨难交下，难交下。还有花式篮球，用双手交叉摸脸，还有学婴儿哭，4月份我会参加少年成长计划。希望各位喜欢我。